阿包，阿包，包，包，会呀会呀，包这里有好吃的哦，哎，一个超美丽小姐姐送给你的包，好可爱啊、哦！营养高，我看看是怎么喂食啊、哦？吧啊吧！哇，好香啊，超级香，就让你吃不到，就让你吃不到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！对于吃货来说，这是何等的痛苦，是不是？吧，嗯，给你舔一口，嗯，好香是吧？营养高哦，来，来吃了长身体壮壮，好可爱呀、哦，爸。咦，这边，这边，上边，下边，这里，这里，就在这里，哎。来吃吧，包，我逗你了，嗯，很香哦，这个，嗯，好吧，这里还有，它是黑色的，哇，你这耳朵好搞笑哦，你不是孙悟空哦，你现在是猪八戒哦，猪。猪八戒，现在不是孙悟空啊，我这边好忙啊，真的，你这耳朵好像，猪八戒哦，孙阿豹，咦，到你，猪爸爸，猪爸爸，嘿嘿嘿，再搞那个猪爸爸耳朵，还可以吃一点猪爸爸，猪爸爸，过来这边，哇，我牙齿等一下都断了，猪爸爸。猪爸爸，对，好吃吧？那你要怎么感谢你小姐姐呢？要，那你就表现得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的样子。你怎么还流鼻涕啊，猪爸爸？左看右看。上看下看，嘿嘿，有有有有有有，嗯嗯，猪爸爸的诱惑，食物的是对你最大的诱惑，是不是？太香了吧，嗯，可爱没有耳朵的。OK， 手都累了。都说了，叫你谁会说古宫？一大口亲亲呐、啊！这就有点恐怖了。露出了你的血盆大口。Hello， 血盆大口。